我们两个人
加点萝卜丝，好了，加到上面。那你们还要吗？不要，不要。
个老板的。等下来吧，来吃个拉面去。不用吃拉面。哎呦，我跟你在一个味道的。你看啊，你细细看，像不像葡萄？对不对？像整串的葡萄，对不对？像。挂在上面的。我们那时候是盖饭，下面就是一个饭锅。现在点萝卜丝比较好，不然你会吃腻。点萝卜丝比较好。一样是我们海葡萄啊。我们那边的海葡萄真的不好吃，我没吃过一次，我买过一次。我外国人家还是萝卜丝，但是确实不好吃，不像这样黑一点，不会脆，它是塑料脆脆的，哈、哦。你这样子根本就吃不出味道，要找到他们。嗯。这样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有没有？有没有这样？那煮盖来冲绳吃的海胆，带饭给我弄的。我还记得上次。哎、欸，我好厉害、啊。我们今天去浮潜。临时故宫哦，就是海胆包饺子。上次我们要去浮潜之前，那个饭呢？价真的不太好吃，不好吃了，就不好吃，价不太一样。很咸吗？有一点。还是一个也看不好，就是在跟院里面，对，没有嘛，那是日本话吧？西藏嘛是院，嘛是跟台湾嘛是不同，这好酷啊！他们的五元中间都有放，妈妈刚才有跟我分享，就我已经差不多忘了，我已经记得那哪嘞？不行，那不能我不打。